OK 哦。大概有知道那个感觉，填回去吧。好的。谁要对谁？我觉得我们猜吧。刚刚拉拔河，我跟他拔，我跟哲明，你跟他。好，没问题，可以啊，咱俩可以啊，来。来。请听第一首。爱你是孤单的心事。你们有没有参加初舞台啊？歌名都已经这么明显了。孤单心事。你是孤单的心事，不懂你微笑的意思。回答正确，一道。继续。第二题，想见你，只想见你。来，等会儿，那歌名叫……哎，我来，我来，想见你，想见你，想见你。回答正确。我是就唱出来的第一句，人家说答歌名，对，人家回答歌名，你唱歌词儿。OK OK OK。现在1-1打平，来第三首。是阵阵花香，哎，花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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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边快了一点啊。2-1，赛点，请听歌。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17岁的雨季。回答正确，请出发。拜拜。嗯。来，哲明继续答题。嗨，栋梁。嗨，栋梁，你好吗？不好。你这个答不出来，你这个。小乌龟。我突然间觉得我们的友谊非常的浅薄。下一首。再说，还给我切歌，我们再放一下，再把歌给他放一下，再放一下，对，再放一下。说不出的想念，我初舞台唱什么歌啊？哦，北极星的眼泪，哦，北极星的眼泪，哎呀，我们今天开始不再是朋友，你走开，现在对不起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Uncle Wang 的，回答正确，出发 ，OK 喽，我要追赶你一下喽，走，他直接要侧方停车了，他都，行，这一下过不去的，啊，撞了撞了撞了，没撞到没撞到，哇，栋梁哥马上要到最后一步了。哦，好稳，好稳，好稳。对不起，转弯半径好小啊。我这样算对了吧？我这样算对了吧？哦，栋梁哥成功停车，已经 OK 了。OK， 好，为人民哥成功停稳。好，
对不起，北极星的眼泪啊。栋梁哥是3分59秒，魏哲明哥4分25秒。我刚刚其实被他拖累啊，因为他卡在那。对，被拖累了，不然的话你又没关系，我们一组还是要比较有那个对。